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。首先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现在小趴呢有点想氪金，所以说我要问一下你们的意见，你们说我是氪金呢还是不氪金呢？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趴一下。 OK， 小趴又给玲玲造了一个新的房子，这个房子呢非常非常的可爱，今天小趴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个房子。这房子也是刚刚建好呢，家具还没有摆，但是小趴忙活了半天，和玲玲一起终于是把壁纸都给贴完了，终于是能拍视频了。如果你们想来小趴的新房子来参观的话，可以找小趴或者玲玲来要邀请函。房子差不多是参观完了，小趴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啊？如果你们没有忘记的话，我就来提醒你们一下，所以说赶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